欢迎木星人带来这段精彩的表演。耶！木星人在干嘛？木星人你在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？别想骗我去买奶茶，箱子留给你自己打。木星人你在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？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别吵，我在厕所施魔法。到底是个谁？确认不信真的小宝贝，不信人看起来很随便，出面抱抱不用钱。不信任鼻子超肥，只敢看到都所谓。不信任眼睛超开，其实看到说怪怪。不信任嘴唇超厚，到下巴会脱臼。他的癫狂不用酒，他个命好久一久。所以不信任是谁？始终没人了解。无奈一点点撒钱开不累，这才不累，谁让不了多少钱？想停在地球，我大脑早已到木星去。拜托，别说我屁，别小看我抖音号召力。我粉丝百万大军，想吃心中的 king。木星人你在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？别想骗我去买奶茶，箱子留给你自己打。木星人你在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？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别吵，我在厕所施魔法。木星人你在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干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还看起来很闲吗？木星人你在干嘛？干嘛干嘛干嘛？你是不是暗恋我啦？快把我恋爱心加收藏。好跳哦！菊花，什么痛？赶紧唱下。是这样子啊，真的痛！谢谢两位老师，哇，谢谢两位，哎，很无厘头的表演，这个时候就要问了，对啊，好吧，是，请问你平常都在干嘛？对，不是了，木星人你到底在干嘛？对，应该就是说木星人，是你在干嘛？就玩玩三角锥啊，通通那个肠道，所以你看呢，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，对 ，What's the difference？ 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啊，你跳出来你跟大家不一样，你就叫 special。对，是不是这样？他像这种就太 special， 真的很 special， 就太 special 到我们想问他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对，那他就成功了，因为他正不在我们的空间这个维度里面。然后还发了唱片，就叫《木星人在干嘛》。对。对，这首 MV 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，就是我小时候是有被诊断出那个过动症，哦 ，hyper actor， OK， 就会被送去资源班那种，就被排挤，然后后来才开始拍影片。你今天运气很好，是吗？嗯，我就是过动儿。哎呀，对，过动儿的始祖，过动前辈，很明显，过动前辈，在家里。在家里怎么办？有什么都没有，电风扇给我，我就把它拆掉。天哪，这是过动症吗？对，后来想说，哇，家里全部冰箱打开，冷汤冷冻柜砰打开，然后导热管怎么弄的？啪啪，又全部。我喜欢研究，跟我爸爸一样，我爸爸工程师嘛，然后我就喜欢搞这些东西，然后到最后我妈说不行，不行，怎么了？把我关在一个房子，我过动到这种地步，关起天哪，关起来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床。
那怎么办呢？关了两天以后，我妈妈觉得不行，哎，为什么？越来越瘦。因为关在那房间里面没有事干，不行，过动儿你还培育他，所以你要让他慢慢有去找到自己的兴趣，放空间。对，那一般找到音乐嘛，对，一般雅斯伯格啦，过动 hyper actor， 对对，这一种他基本上都是某一方面的天才。对对，你看那个科批不是说150几的智商嘛，很高 EQ， 我才167耶，喂喂喂喂，谦虚一点好不好？哎，喂，什么什么态度？我赢他不到10哎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看这有时候很难讲。给自己一些机会，你的人生搞不好就开阔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开阔了。除了这个歌，那我刚听你的歌声算是这种喘啊，因为我第一首是第一首单曲啦，第一首。对，我其实不是唱歌好听，我是搞笑。哦，我们听出来了。不要回答这么快。好，新唱片叫做《木星人在干嘛》。木星人在干嘛？对，这首歌是有粉丝去跑去别的那个国外的频道留言，所以这时候他就留木星人在干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那个外国人就拍成影片，真的，就一群小哥哦，外国小哥，然后小姐，然后就拿着那个留言，木星人在干嘛，木星人在干嘛，哦，就变成一个网络的，对，网络的梗，然后粉丝就会遇到我就会一直木星人在干嘛，希望你能够 sustain。延续下去，延续下去，把这个哎可爱美好的，因为你看他这个哎粉丝现在不得了，很多哎，有多少人点阅？快哎，你说那首歌吗？200多万，280万，哇，高哎！5月20，好好继续加油，谢谢，好吧，好 ，OK OK， 哎，接下来这一团不得了，好吧。四个正妹，对对啊，我这样子，你也在期待吗？你有看《Lakuten Girl》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好看。今天接这个通告就是为了来看姐姐们。